做陶瓷嗰個狀態啊，陶瓷好好 forgiveful 嘅，我覺得，即係佢可以包容好多世界上嘅情緒啦，可以包容一個好即係好可能好唔穩定嘅情緒，但係一做陶瓷，譬如一拉杯一猜泥，嗰種百分百嘅專注係令到人可以 recover 到好多嘢咯，因為其實喺中大術系咧，我哋有一個好專注嘅環境去學習創作，咁而呢一樣嘢亦都係即係帶俾我好多嘅，即係我亦都好享受嗰個環境。但係除此以外，我亦都去理解嗰個世界以外嘅其他運作。我 Year One 嘅時候就已經同其他同學有啲唔同，或者好想啦去同外面嘅世界啦多啲去接觸。陳玉強老師，咁佢即係講咗一個字，我特別記得嘅就叫 art mediator。咁就除咗係做創作嘅藝術家以外咧，仲有好多嘅崗位喺呢個世界上。因為讀藝術嘅人出嚟做創作，好似好順理成章咁。但係呢個世界亦都唔係淨係需要做創作嘅人咯。咁一啲燒得耐嘅窯咧，就會有長身呢一啲啦，我哋叫窯焊啦。咁就係一啲油咧，我哋講緊陶瓷上面嗰啲顏色啊。咁就一次過燒到好高温嘅時候咧，咁就可能會吸附咗喺個牆壁上面。上面呢度有啲窿窿啦，咁就係頭柴孔。咁上面梁山佢哋咧就會識得睇呢個窯嗰啲火噴出嚟咧係咩顏色，而去判斷裏邊係咩温度。咁咧我龍窯咧就係我2015年先第一次嚟嘅，咁一路都係即係認識梁山，但係唔知道原來係一個咁珍貴嘅一個建築係坐落喺即係屯門呢個地方啦。當時咧，因為我呢位朋友咧就即係知道梁山都揾緊人幫手係保育呢條窯，因為驚條窯咧政府一路都不抽不睬嘅情況之下咧，就隔離有啲工程嘅時候就會即係拆咗冇人知啦咁樣。咁而且個窯仲係得三級嘅 grading 啦，喺個古物古蹟辦事處嗰個 grading 嗰度。到我真係過咗嚟呢條窯去睇嘅時候，我發覺每一次睇都有啲新嘅嘢係俾我發掘到，即係譬如條窯本身嗰個運作啊，呢個地方嗰個來歷啊、個歷史啊、周圍嗰個倫理啊、地勢啊等等嗰啲，全部都係或者甚至喺對成個香港嘅陶瓷史嚟講，我都覺得係一件好神奇嘅事。譬如我哋會喺城規會嗰度去幫條窯去講説話，即係將我議員嘅工作咧結合咗。文化政策真的去跟點解呢條窯，我哋希望保留佢，我哋希望佢可以再燒全港嘅最後一條龍窯留翻喺度。所以其實呢一啲有關規劃事、有關文化政策事，即係其實藝術有時係講緊一種感受、一個情感嘅教育、一個情感嘅交流嗰樣嘢。其實喺社區裡面好需要同理心噶，但係講到最尾其實都希望即係。人類或者一個城市咧，係可以有一個好啲嘅選擇。其實我其實好細個就已經建立咗我對歷史嘅興趣。其實慢慢由我高中選修中西史，去到我
大學放榜嘅時候 ，DSE 放榜嘅時候，其實都選擇咗歷史作為我嘅第一志願啦。當你入到嚟大學讀歷史嘅時候，其實更加重要嘅係我哋去建立我哋，即係通過文獻、通過田野考察、通過唔同嘅方法嚟到去建立自己對於過去嘅一套理解。而好多時我哋從過去，我哋從一啲過去嘅一啲歷史事件，從一啲歷史人物，其實我哋好多時再回看翻我哋今日呢一個社會，我哋回看翻今日呢一個時局，其實好多時今日呢一個時局都係從過去嘅一啲歷史嘅事件，或者歷史上有啲人做過嘅一啲嘢，而引致到今日呢一個社會呢個境況。而我哋要去確切地，或者去透徹地，比較透徹地去了解翻依家呢個時局，我哋係必須回到過去去睇翻過去嘅一啲發展咯。呢一塊紀念碑咧，嘅嗰個重要性在於，1842年8月29日，清政府同英國就簽訂咗呢個南京條約啦，就將香港島割讓俾英國。而呢一個南京條約嘅簽字儀式咧，正正就係喺高華麗號呢一架軍艦上面進行嘅。咁呢一個其實可以話稱得上係紀念呢一個香港所謂開埠或者呢個殖民地時期嘅開始啦。咁亦都見到香港歷史其實係進入咗一個全新嘅階段啦。我哋開始會見到一個中西文化嘅交融啦。我哋開始見到有好多印度啦，或者係其他嚟自其他歐美嘅國家嘅商人會嚟到香港做生意啦。咁亦都開始咗呢百幾年入面香港一個好重要嘅一個歷史發展嘅一個階段。當你見到自己身處嘅城市依家所發生嘅事係將來會喺我哋自己歷史入面係會大筆書寫嘅情況之下，其實對呢個社會係有一份責任。而作為一個讀歷史嘅一個知識人，我哋更加重要嘅責任就係盡我哋所能去記錄我哋依家所見到嘅一切，我哋第一生嘅理解，相比起我哋就咁睇報紙，就咁睇一啲人哋已經做咗嘅研究，其實我哋第一生嘅經歷，即係唔會俾一啲嘅傳說，甚至乎係一啲假新聞去蒙蔽咗我哋嘅雙眼咯。咁其實喺呢度，我會諗起哈維爾，即係天鵝絨革命，捷克天鵝絨革命嘅一個代表人物啦。佢講過一句説話，就係愛與真理終必戰勝仇恨與謊言。我自己作為一個讀歷史嘅人，其實我哋最重要嘅價值就係求真啦。我哋絕對唔會容許盜贊嘅史料去蒙蔽我哋雙眼。我哋求真，其實就係表示緊我哋對於呢、我哋呢個社會乃至我哋人類整個族群嘅嗰種愛咯。咁我喺細個嘅時候，其實就係住喺朗屏村啦。咁我身處嘅地方隔離已經係我屋企啦。咁嗰陣時就係、又唔係好有心機讀書啦。咁啊，成日都會夜晚落嚟留連。咁啊，主要都係喺呢一度球場啦，或者嗰邊籃球場。咁就係好記得有一次就見到一班人啦喺度跳街舞，咁喺地下碌嚟碌去嗰啲。咁就見到佢哋一班人又食煙紋身咁樣，好出眾個形象，咁所以覺得好有型啊，好想去學咁樣，咁就即係硬著頭皮就走去揾佢哋啊，可唔可以教下我跳舞啊？咁就開始咗嗰個生活啦。咁但係後屘因為跳舞呢樣嘢喺當時唔係好被社會接受，咁所以咧當時嘅人都會標籤咗我係一個壞分子。咁喺呢一啲咁樣嘅眼光底下，我就喺度諗啊，咁你都咁睇我啦，咁我索性就壞俾你睇啦。咁所以嗰陣時就開始即係成日都會逃學啦。同屋企人鬧交，跟住離家出走啊，咁然後就開始會染髮啊，有啲個衣著唔係好
是乖學生的形象出咗嚟啦。咁如是者一路由中一去到中三呢段時間，其實都係保持住咁樣，即係成績又好差啦，又唔知道自己做緊咩啦，迷迷惘惘就每一日喺度流連咁樣。咁嗰陣時就其實係有一刻係好隨意嘅一個事情，就係、是、上網啊，咁啊碌開，咁啊見到有啲即係寫住古文金句咁樣個人生名言咁樣，咁啊撳入去睇下。咁嗰陣時就記得好記得有一句説話，到而家都仲係做緊自己嘅座右銘嘅，就係、是、呢、這個陶淵明嘅《歸去來辭》入邊有一句説話，吾以往之不間，知為者之可追，實迷途其未遠，覺今思而作非。其實佢呢句説話嘅道理好簡單嘅啫，就係知錯能改就 OK 噶啦。咁但係嗰陣時對我嚟講就係好即係深刻嘅一句説話，就係好迷茫嘅時候，突然間有一把聲點醒咗嘅。咦，呢一把聲咧係嚟自幾千幾百年前一個你完全唔識嘅人寫低咗喺文字上邊交咗俾你，令到你覺醒。咁我嗰一刻就突然間覺得啊，即係其實古文化入面好多嘅精髓，對我哋嘅生活仲係非常之有營養，而且係無窮無盡嘅。如果你有心機去探索，咁就係嗰一下即係燃點咗我自己嘅一個小小嘅興趣啦。其實喺中文系入面咧，就分咗四大範疇啦。咁有現代文學、語言文字、古典文學同埋古代文獻啦。咁我去到嗰陣時，好記得兩個課堂咧特別嘅深刻嘅，就係讀到呢個《呂氏春秋》同埋《莊子》。咁喺呢兩個嘅課入邊咧，其實我會覺得唔似係上堂咁死板去吸收知識，而係真係同嗰位嘅老師去做緊一啲人生嘅經驗分享。佢提到就話我哋面對呢、這個未必係好穩定嘅時局嘅時勢底下，我哋個心要點樣適宜？就係莊子所講嘅逍遙。咁其實我自己一路都喺度諗緊咧。自己讀的這個學科跟生活跟社會的發展有什麼扣連，即忽發奇想，我是想在香港做一個古代文化的教育中心，去嘗試推廣一些以前的思想。我們其實一直都用緊，只不過有些地方我們未必很清楚，即例如香港人我們會說我們有獅子山精神、守望相助，其實這些在儒家的時候孔子已經提出我們要有一個大同世界，大家互相愛護、互相幫助，去實踐一個更好的社會。我相信如果可以將這些東西提倡出來，而且影響到下一代慢慢去學習的時候，可能可以將我自己應用出來的專業知識更加之變得有意義。這個就是我一個小小的想法。我日常生活之中都會對一些聲音比較敏感嘅，我特別是對一些大自然啊、鳥語花香啊、啲水聲啊，係特別我係特別中意嘅。我會好享受聽呢啲嘅聲嘅過程，即係好似而家我哋坐呢個位置，就其實聽啲雀仔聲啦，有聽感受到啲風啦，喺我其他嘅感官裏邊啦，會感受到成個環境好舒服咁樣。我四歲開始學鋼琴啦，咁就十歲就開始學習聲樂。咁喺我由細開始，其實音樂就成為咗我一個成長好重要嘅一個好朋友啦。咁不過我考慮到就係因為中文大學之前已經有一啲師兄師姐喺度讀過，嗰啲配套其實已經係有啦，即係例如一啲嘅發聲嘅電腦啊，這個其中一個法寶就係可以幫助到我，特別係譬如諗到啲作曲的靈感啊，或者突然間想到一份功課的論文的一些 idea， 就會即刻抄下來。那這個名字就叫點字寶，就是給我們視障人士抄筆記的啦，還有也都會用它來作曲的。那我例如是但開一個音樂 file， 那我就
會有陣時想嘅時候就會打下啲筆記啦。咁如果唔啱咧，就可以喺呢度 delete， 可以改翻佢啦。除咗係音樂表演之外咧，咁中文大學都有一啲嘅課程係有關音樂歷史啦，一啲音樂教學嘅課程啦，又或者有一啲音樂研究作曲嘅課程。咁你可以喺除咗音樂表演之外，喺一啲嘅音樂理論方面更加去認識首歌，反而會更加幫助到你演出嘅時候好好咁去表達呢一啲嘅歌曲啦。在大學我就學了很多不同的音樂，甚至不同範疇的東西，例如剛才忘記了提，就是有得可以給我們有些選修科目，我就選了語文，讀德文和意大利文，我就希望將來讀完大學之後我可以去外國讀書，讀完書之後希望可以將那邊學習音樂的一些文化和一些他們一些資源可以帶到翻嚟香港，希望可以幫翻香港而家想讀音樂又有對音樂有興趣嘅視障人士咯。因為其實我作為第一個讀音樂嘅學生，其實都喺個過程之中唔容易嘅。即係你見我而家同大家分享好似好輕鬆咁，但係其實經歷即係經歷過嘅一啲嘅過程啦，點樣去好多嘢點樣去揾啦，好多嘢點樣去自己嘗試啦，老師同同學的配合啦、幫忙啦，其實很多嘢首先覺得很感恩之餘，其實都係好挑戰性嘅。所以希望如果去完我讀完書之後，都希望翻嚟香港去幫翻一啲對音樂有興趣嘅視障人士咯。